我台湾是我的国家，我在台湾的时间比在我设计的国家法国还要久，所以我永远会在台湾。台湾就是被大陆威胁，那香港也是同一样的问题。天安门之后，我对大陆一点信心，一点的我不信任他们，所以我觉得香港的问题也是我们将来也现在每天要遇到的问题，大陆也是要打压我们啊。所以我是爱自由的人，后来我觉得我们有必要为了香港出来，我一直希望早一点出来，终于今天有。我们现在台湾人还要相信中共的一国两制吗？当然不行啊，本来是不行，现在是更不可能，反正是一个骗人的事情。我就爱台湾，要站出来，因为香港今天可能是明显的台湾，所以我们不能不帮忙，不能不出来，为了香港，为了我们设计台湾，保佑台湾。